金刚棒喝，宣化上人答问录。1301问：我们修道人必须修福修慧，如何修法？上人答：多做功德事，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事，尽力而为之，这是修福；读诵经典，研究佛理，所谓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这是修慧。1302问：什么是正心？什么是邪心？上人答：正心就是菩提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、怜悯心、布施心、惭愧心；邪心就是自私心、自利心、嫉妒心、怨恨心、骄傲心、妄想心。我们修道的目的就是去妄心、存真心，也就是除邪心、生正心。1303问：什么是财神？什么叫贵神呢？什么是喜神？上人答：你不要把你精气神丢了，这就是财神了。你不发脾气，这就出柜了，这叫柜神。你若是再能欢欢喜喜的，这就迎接喜神了。我这个说法和中国人的说法是不同的。这个三个神，喜神、柜神、财神，都是在你自己这儿，不过你不会用它，所以就跑到外边去找去，根本就在自己这里。1304上人问：为什么会死？怎样才不死？亲戚答：要想不死，除非出家修道，才能不死。1305问：生时曾结婚多少次，死后业报呈现，有一把大锯，把人从头顶锯到足尖，便锯开多少份，分开有什么不好呢？上人答：分得零零碎碎，再欲把灵性重聚一起就不容易了，千百亿劫也恐怕不能复得人身。这时性化灵残，与草木同朽，变成无情的植物，本性分散了，便不容易作为众生。1306问：人为什么讲是讲非？上人答：因为愚痴。1307问：为什么说是而不见？上人答：因为回光返照。1308问：为什么说听而不闻？上人答：因为反闻闻自性。1309问：为什么说嗅而无味？上人答：因为收摄身心，不为味尘所转。1310问：为什么有害人之心？上人答：因为愚痴。1311问：观世音菩萨怎么一天到晚看看看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看？上人答：你的看和观世音菩萨的看有所不同，观世音菩萨是看里边，你是看外边。1312问：我们和观世音菩萨是兄弟，可是观世音菩萨是圣人，我们是凡夫，凡夫怎能和圣人论兄道弟呢？
上人答：“你这个道理属于凡夫的知见，因为你没有深入经藏，所以你的智慧不能如海。华严经上说，菩萨作是念，我与众生无始以来，互为兄弟，互为父母，互为姊妹，互为夫妇。你说你不相信，是因为你不明白华严经的道理。再者，不但菩萨看我们是众生，成佛之后，他看众生是男子皆是我父，是女子皆是我母。既然佛看众生都是父母亲，那么我说观世音菩萨看众生是兄弟，是姊妹，这又有什么不合理呢？1313问。中国丛林晚课时放蒙山喂鬼神，什么是放蒙山？上人答：六祖大师叫慧明到元州蒙山去住，慧明没有即刻去，过了3年之后才去住，住在蒙山，他见这一个鬼。这个鬼生前是个秀才，秀才就像现在的博士之类的。但死了做鬼，他还尽作诗。看见慧明大师到那儿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，说：寂寂荒郊梦一场，古今成败懒思量。野草鲜花碾多少，苦雨酸风几断肠。夜雨荧光同出入，五更鸡唱影行藏。悔不当初修心地，智堕青山泪两行。他晚间唱这个诗，慧明大师听见了，就同他说法，把这个秀才超度脱生去了，所以就有放蒙山。这放蒙山就是超度鬼的。1314问，跟上人出家为什么要日中一时？上人答：出家人日中一时是佛制，解饮食，驱遣鬼师，欲心清。人身有三尸神，吃多了，三尸神就作怪。欲心清才容易修道，所以不要吃营养的东西。我们的制度是如此，虽然做得还很不圆满，但希望人人能努力向好的来做。1315问，为什么皈依三宝还要皈依戒？上人答：本来在佛教里，一般只皈依三宝，没有皈依戒。因为佛入涅槃，一切众生都应该以戒为师。所以现在给你们说皈依的时候，顺便也要皈依戒。戒就是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1316问，什么叫清净福田僧呢？上人答：清净就是没有染污法，没有染污法就是教你怎么样不争、不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打妄语。谁若能持银钱戒，那是真正的清净福田僧。你若给他一点钱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个就是问题了。他若能如如不动，了了长明，你供养给他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你不供养他，他还是这么样子。1317问，什么是无缘大慈？上人答：和你没有缘分，对你不好，要用慈心来救度他，这是无缘
大慈。1318问，众生究竟从何而有？有人说从猴子变的。上人答，猴子又从什么变的？若以前猴子可变人，为何现在就不能变人？奇怪，这都是一些无实之事，标异现奇，另立一种别开生面的学说，说人是猴子变的，那你怎不说人是老鼠变的？1319问，人是自无化有，一切众生亦复如是，那么修道呢？上人答，修道是要自有化无，返本还原，回到本有的佛性。1320问，修道人为什么要修苦行，一天只吃一餐？上人答，就为要了苦的缘故，苦了了便是乐。1321问，我们这个无明为何总也不能破，烦恼总也不断，智慧总也不现？上人答，就因为贪吃好色。1322问，什么是真境界？上人答，在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所遇到的境界多数是真实的，一旦有了痴心妄动，想要见到什么，那么所遇到的境界多数是虚妄的。1323问，不信因果会怎么样？上人答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天不欲任何众生做恼害众生事，一旦错因果，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失人身万劫不复。什么都可以不信，但不能不信因果。若播无因果，情形则非常危险。1324问，念佛时应以什么心来念？上人答，无心，无心而念。凡所有心皆是妄心，了不可得，应离心缘相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1325问，什么是同体大悲？上人答，人有痛苦，就好像自己有痛苦，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来消除他的痛苦，对人如对己，一人即一切人，一切人即一人，这就是同体大悲。1326问，为什么人要韬光晦迹？上人答，这可用蜡烛做比喻，蜡烛能放光明，但是若常常点，也会油尽烛枯，若等到用时才点，不用时不点，就可以用得很久。1327问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好？上人答，因为没有把做人的基础打好。1328问，怎样可以做人？上人答，你要做善事就可做人，看你所做的善事是大是小，是多是少。如果善事做得多，就可做富贵人，如果善事做得少，就可做贫贱人。1329问，地狱是怎样造成的呢？上人答，你造地狱的业，就现出一个地狱来。1330问，人为什么会有魔业？上人答，就因为在往昔不听善知识的教导，不受善知识的告诫，
自己尽打妄想，造恶业，所以这生常受魔业缠绕，世事不能遂心满愿。1331问，选择住持以什么为标准？上人答，第一个条件要没有脾气，待人和气，处处有人缘，不用权力压迫任何人，以民主作风办事，令人恭而敬之。1332问，师父，你每天有这么多信件，信封上的邮票有的以后会值钱，你有没有收集？上人答，我不要钱。1333问，什么是定力？上人答，就是不为物所转，而能转物，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1334问，我们为什么和道不相应呢？上人答，就因为狂心没有歇息。1335问，真我是什么？上人答，就是自信，就是成佛，成佛才是真我，没有成佛以前都是假的。1336问，出家修什么道？上人答，就是修忍辱的道。1337问，修行人的秘诀是什么？上人答，少吃。1338问，修道就是要倒过来，什么意思呢？上人答，即是好事给他人，坏事与自己，舍弃小我，完成大我。1339问，如何让我先生也信佛？上人答，你个性不要这么强。1340上人问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为何和以前不一样？弟子答，因为我化了妆。上人开示，修道是不应该化妆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化妆会引起他人对你的好感，无形中会引来很多麻烦，这是修道的一种障碍。1341问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如来为心造，这个心它是什么形状？上人答，它没有任何形状，心就是心，假如它有形状，它就不叫做心。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那个灰色的头脑，而是指真心，它是到处都存在，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，要能够认识这一点，才算是达到真心的圆满。1342问，什么是令人堕落的原因？上人答，就是对财色名食睡无所克制的欲望。问，又为何使人堕落？上人答，就是在争、贪、求、自私、自利和妄语等方面不知检点自己的心念。1343上人开示，吃的方面不可尽挑好吃的，不要贪着色香味，有的吃八分饱就好，你连吃都看不开，怎么修行？弟子默然。1344问，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典怎么样？上人答，在所有的经典里，这一部是最妙的了，我们都不应该错过得到妙的机会，你若没得到妙，那就不妙了。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还在不妙，
应该要去找到这个庙。首先，你就要忍苦耐劳，努力用功来研究这个妙法。1345问：什么是金刚定？上人答：金刚定就是恒常不变的心。1346问：别处也讲楞严咒吗？上人答：现在全世界，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，只有万佛圣城有这个楞严咒的法会来讲楞严咒。1347问：师父有这么多地都空在那里，不是很可惜吗？上人答：这世界上可惜的事情多的是。1348问：上人说，人来了我也不怕，跑了我也不怕，来了和没来是一样的，跑了和没跑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上人答：这法界都是我的，他再跑远也跑不出法界去，他要能跑出法界，那算跑了，没有到法界外边，那没有跑。好像那个孙悟空，一个跟头打108000里，还在佛的手掌心里。1349问：究竟有谁觉悟，又觉悟什么？上人答：根本能觉与所觉俱泯。1350问：我们住在染污的世界里，水路染污，环境染污，空气染污，这染污从何而来呢？上人答：根本源于我人的一念无明，无明属火，火愈烧愈旺，整个世界被黑烟笼罩，导致人性染污，家庭染污。1351问：我们为什么妄想这么多，修什么法也没有耐心，也没有恒心，也没有诚心呢？没有坚固的心呢？上人答：就是没有明白经纶的缘故，我们现在知道毛病在哪里，就不可以忽略它了。1352问：云何是诸佛世尊之知见？上人答：不争，不贪，不求，不自私，不自利，不达妄语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1353问：六大宗旨实行起来又如何呢？上人答：成佛有余。1354，一位弟子的父亲突然去世，全家悲痛不已，终日以泪洗面。问：我想再见父亲一面，他在哪里？上人答：你这样哭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念地藏经回向给他，越多越好。问：念经有用吗？上人答：有用，你要诚心念，有感应的。1355信众说：请师父为大家加持。上人开示：我早就为大家加持过了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1356上人问：开口就错，不开口也是错，那你说该如何？弟子一时答不上来。1357问：打坐、拜佛、念佛应怎样？请师父开示。上人开示：打坐第一，就是要放松，要万缘放下；拜佛要如面对佛天，不可贪多，要慢慢拜，诚心拜；念佛要观想佛，要念到心即是佛，才有感应道交。1358问：女儿固执，脾气坏，不听话。上人答：
你的女儿和你一样。1359问，师父为什么脸部红肿，淤青地方抹了油？上人答，因为没开灯，上楼梯跌倒的。上人很节省，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小钱，他也不浪费。1360，弘法团在台湾时，听说某某法师在南部道场时，有一次出去办事，很晚才返庙，司机很饿，进厨房拿个馒头到外边吃，蚊子太多，又跑回厨房吃。上人由美国打电话到台湾，问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还有人在吃东西，很多恶鬼都跑来跟我告状。听电话的法师一头雾水。1361，上人问，今晚谁翻译？于是众人推了一位弟子出来，弟子答，我不会国语，又没带纸笔。上人开示，讲经说法，只要把心里话讲出来，不要怕讲不好，只要讲真话，自然有知音。1362问，老师可以罢工吗？上人答，老师是不可以罢工的。曾经有美国的航空公司员工罢使，结果受害的是大众的利益。教育是良心事业，也是百年树人的工作。如果为人师表轻易罢工，怎么可以作为学生的楷模？又如何教育下一代？1363弟子问，家中常遇到很多困难怎么办？上人答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要多念观音，直到有感应为止。1364问，我很想养狗，可以吗？上人答，你想将来变成什么，你就去养什么。1365问，如何去除坏习性？上人答，去除坏习性就像削凤梨一般，光去除表皮是没有用的，要连伸直的刺都拔除才有用。1366问，为什么要忍辱？上人答，要向千人头上过，须向万人脚底行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欲为诸佛龙象，先做众生牛马，道在低中求。站在须弥山上求道，永远见不到道，必须在须弥山下才有道。1367问，怎样说话才有智慧？上人答，真正的智慧在于一切要简单明了扼要，不需要多说的就不要多说。1368问，弟子们该如何为佛教做事？上人答，出家在家四众弟子要相辅相成，同为佛教界做事。1369问，来国老和尚说生死大病，上人答，生死不是大病，生死不了才是大病。1370问，生死为什么不了？上人答，因为无明，所以无明是大病。1371问，请问我的未来如何？上人答，但问心是否慈悲，不必问未来。1372问，天天讲世界，世界有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，听了那么多世界的名称有什么用处呢？上人答，告诉你，
这就是《华严经》的境界，教你把心量放大。1373问，那么把微尘数世界清除，岂不是没有世界了吗？上人答，所谓清除，是指没有微尘数的五浊恶世，而保存纯一清净的世界。1374问，我们为什么不自由？上人答，因为被执着妄想的绳子把自己绑上，所以行动不自在，得不到解脱。1375问，为什么会有疾病？上人答，因为不快乐的缘故。所谓自古神仙无别法，广生欢喜不生愁，这就是健康身心的秘诀。1376问，所谓若要人不死，须做活死人，这话怎样讲呢？上人答，活死人就是眼不看东西，耳不听声音，口不言语，心不思想，就像活死人一样。如果能到这种境界，就了生死。1377问，有许多人为什么修行时会中途退心呢？上人答，就是因为他的道心不坚强，菩提心不能增长，不能广大，稍受逆境就退心了。尤其出家人常常为五欲境界的诱惑冲不过欲魔的关，就做了他的俘虏。1378问，上人说静中有定力不如动中有定力，为什么？上人答，因为在动时，如果没有定力，还会被境界所转，不要单空至寂。单空就是欢喜空，至寂就是执着寂静。要静中修动，动中修静。1379问，为什么我们的舌头这样短小呢？上人答，因为我们好打妄语，久之就退缩到这样短小。如能学佛不打妄语，持境界，每个人都可以得覆面舌。1380上人问，什么是四念处？弟子答，啊，我不知道。上人问，什么是五根？弟子答，啊，是不是我昨天所烧那五根香？上人问，什么是六度？弟子答，啊，我一个人没有六个肚子。上人问，什么是八正道？弟子答，大概是八条大道吧。上人问，什么是实力？弟子答，是不是十种的力量？上人问，什么是十八共法？弟子答，更不知道。上人开示，一问三不知，这样来学佛法，怎能有进步？1381问，为什么我们的禅定这么浅呢？上人答，想要入定，狮子来咬一下要搔搔狮子，等一下蚊子来想吸你的血又不能入定，再会蚂蚁又跑到脸上来也不能入定，这就是浅禅定。1382问，菩萨度尽一切众生，为何现在仍有这许多众生？上人答，菩萨度与他有缘的众生。1383问，弟子写达摩像赞，
你看这个是谁？人道达摩老祖，自西天来东土，面壁一坐九年，明心而又见性，原来没事找事做。上人答：由是外行人语，明心而又见性是有二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，明心即是见性。1384问：我家的楼梯冲正大门是否不好？上人答：不要八卦。1385问：不知弟子有错解《金刚经》义否？上人开示：但用心玩味其意。弟子答：当然弟子认为是对的才讲。上人开示：这就一步跨进去了。1386上人问：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，会吗？弟子答：不会。上人开示：枉你信佛数十年。说毕，一手捉弟子衣袖，空手把衣袖。弟子问：这个说他做什么？上人反问：这个不说他又做什么？1387，上人倒着看某某法师的笔记。上人问：这是什么？弟子答：我的笔记。1388问：弟子家人生孩子，中国一般坐月子吃麻油酒。编案：九戒为佛教五戒之一。上人答：不必了。1389问：什么是执心？上人答：所谓执心是道场，心不执不会到道场，心要执很快会到道场。这个道场不是我们现在讲经的道场，而是菩提道场，就是成佛。执心是正直的心，不是弯曲的心。什么是弯曲心？就是谄媚。1390问：请问上人对阶级有何看法？上人答：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家人，宇宙是我的身体，虚空是我的大学，我的名字了无形象，慈悲喜舍是我的功用。1391问：众生世间是不平等的，有智愚，有贫富，有受邀，有贵贱，种种不平等的现象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呢？上人答：就因为我们在前生不修行的缘故。所谓前生不修今生苦，今生不修来世苦。1392问：气世间也不平等，有华屋良田，有陋室劣地，有丰衣足食，有缺衣断食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呢？上人答：就因为在往昔不修福不修慧的缘故。1393上人开示：无字真经就是心经，心中的经。问：什么是心中的经？上人开示：就是三界为心，万法为实，一切为心造。1394问：这部经卷有多大？上人答：遍满3000大千世界。问：为什么能这样大呢？上人答：因为有这样多的微尘。问：如果没有这样多的微尘，经卷不就小了吗？这部大经卷在什么地方呢？上人答：在每一粒微尘里边。不是经卷大，
而是微尘大，不是微尘大，而是世界大，所以变大，这部经卷也大。那么这部经卷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是禅机，你说它在什么地方，就在什么地方。1395问，心是什么？上人答，心就是法界，你的心比虚空都大，比天地都大，不过你不用它。1396上人问，人类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是非妄想？弟子答，都是因为人皆认为自己是对的。上人开示，为什么不说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呢？1397问，请师父赐示我个人如何做才对。上人开示，你还有个人。问，我是问如何修持。上人开示，要修持做什么？1398，我们女界的除草工具不够，我们又不便到男界去要，只能写在字条上向他们借，可是总要等好几天，有时甚至没回音。上人开示，要你们持戒，男女分明，并不是叫你们什么话都不能说，只能写写字条，这样岂不是变成了怪物？如果那样做就会发生问题，也只好让它发生了，反正是人嘛。1399问，佛为什么不来不去？上人答，因为佛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无在无不在的。1400，以后我有错时，你们打我骂我，我都愿接受。上人开示，有错该打，无错也要打，能忍得住无错挨打，才能真忍。1401问，什么是人生的意义？上人答，死。1402，现在有很多人不满现实社会的脏乱，他们都很有学问，而不愿同流合污，要离开这个社会，到我们这里来修道。上人开示，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，他们不应逃避现实，应把自己所学的去拯救人类，改良社会。1403问，念经有什么好处呢？上人答，念经没有好处，要费很多气力、时间、精神。各位居士啊，不要那么愚痴，你所看见的好处那不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有形象所能看见的那并不是好处，你看不见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念一次经，在你自性里边经过一次刷洗，智慧会增加，你看不见的才是真好处，你所看见的那完全是皮毛，念经就是这个意思。1404问，如何令世界没有末日？上人答，如果佛法翻译成英文及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人人知道不懒惰，人人向前去发心修道，那么这个世界末日还很远很远，不知到多少个大劫之后，或根本没有末日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佛法转大法轮，把太阳都给吸住了，太阳都落不下去了，所以没有末日了。1405弟子问：看，这么多好吃的供养，为什么不多吃一点，尽情享受？弟子心想。上人答：好，吃多一点，修多一点，煽动心火多一点，永远永远都要多一点，一切一切你都无厌足。1406问：为什么人会打妄语？上人答：因为他要现场藏拙，所以打妄语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1407弟子心问：师父，弟子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佛？上人答：你什么时候才会老实起来，不跟自己说谎？上人开示：这个佛光遍所有的净处。弟子问：照不照到我？上人开示：早就照到你了。弟子问：怎么我不知道？上人开示：心清水现月，意静天无云。你的心里要是清净到了极点，佛光就会照到你。心里不清，就好像一潭浑水，月光就照不进去。1408问：什么叫做妙？上人答：妙法就是妙。什么妙？众生就是妙。什么妙？佛也是妙。什么妙？天地间所有一切，没有一样不是妙的，什么都是妙法。1409问：一粒微尘怎能把3000大千世界都收藏在里边？上人答：你要知道，3000大千世界怎样不能放在一粒微尘里边？你明白这种的道理，就明白怎样可以放在里边的道理了。《华严经》就是这样，不可思议。1410问：娑婆世界是燃土，华藏世界是净土。佛说这部《华严经》是在华藏世界说的，这样说佛一定离开娑婆世界到华藏世界去。上人答：没有离开，还在娑婆世界，所以即娑婆即华藏，即华藏即娑婆，这叫染净参融，也就是把染净参在一起，非染非净的境界。1411问：什么是华藏世界？上人答：就是在香水海生大莲花，花中包藏微尘的世界，所以叫华藏世界。此世界有20重，每一重有无量世界。我们所住的娑婆世界是在第13重。1412上人问：你认识我吗？认识你自己吗？弟子答：弟子觉得十分惭愧。1413问：什么是智慧？上人答：智慧就是你总是知道你做什么说什么是对的。1414问：
家里有一只狗很老了，又生病，受种种苦，快死了。妈妈很可怜它，想把它送去安乐死。上人开示：你不要这样做，你念大悲咒给它。过了一个时期，这只狗就安详往生了。1415问：什么叫妄想？上人答：你现在问的什么是妄想，就是妄想。1416弟子问：请问师父，众生有没有一个开始，一个地方，有没有什么来源？如果是从无始以来就有了众生，那么众生有没有一定的数目？如果有来源，那么是从哪儿来的？上人答：来源就是从灵的那儿来的。你问他，那个灵从什么地方开始，从什么地方终了，那个就是个无始无终。那个灵要破了，变成一个一，就有一个开始。中国字也是一样，一就是从那个灵变出来的。有了一了，就生出来个二，有了二就有三，有了三就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乃至于无量无边那么多的数字。你说这个有多少的众生？1417弟子说，如果把这个零扭角一下，就变成无量符号。上人开示：这个就是中国那个阴阳鱼，不过西方化的和中国的不同。你修道还要把这个一修成零，那就是返本还原。现在这个问题懂了没有？1418问：人有没有灵魂？上人答：当然有，佛教信有灵魂，若不信有灵魂，就是不明白佛教。1419问：灵魂是什么？上人答：灵魂就是鬼，修成了就是佛，修不成就是鬼。1420问：灵魂在哪里？上人答：现在我们活着，它就在我们身体这个监狱里头，等我们修成了，它就出这个监狱了，就得到真正自由了。1421问：什么叫做畜生道呢？上人答：你用你那个无明邪见来做事，久而久之就去做畜生了。1422问：怎样能不生四恶趣？上人答：你若不存斗争心，就和阿修罗断绝往来；你若不贪，就和畜生界断绝往来；你若不嗔，就和恶鬼界断绝往来；你若不痴，就和地狱界断绝往来。1423问：什么是第一念？上人答：即是本来的一念，不加思索，不用心意识就明白了。凡是去想，都是人心，不是道心。1424问：平常我们见到好吃的东西，第一念就想去吃它，或见到漂亮的东西，立刻想拥有它，难道这也是第一义谛吗？上人答：不是的，误弄错了。所谓第一念是开本见知，是你的真心流露本来面目，
贪吃、贪好的念头属于妄心、贪心，不是真心。1425问：无情的众生能不能恢复灵性呢？上人答：可以的，若遇着适当的人对他说法，如声公说法、顽石点头，也可以恢复灵性，但要遇着圣人、罗汉才有这个机缘。1426问：是否有阎罗王和无常鬼？上人答：这要看你能否不死，你能不死，就没有无常鬼。你若觉得很有把握，不受果报，那就没有阎罗王。1427问：佛教里讲返本还原，即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，就还回什么样子。那么，本来是什么样子呢？上人答：什么也没有，所以现在还是还回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。有一点执着，就有障碍，有障碍就不能出离三界。1428问：魔是怎样成魔？上人答：是由恨、怨、恼、怒、烦这五种毒气帮助他成魔。1429问：为什么我们无量劫以来都这么糊糊涂涂的？上人答：就因为不精进、夺懒、偷安。1430问：什么是解脱？上人答：就是得到真正自由，无拘无束，来去自在。1431问：什么是真空？上人答：就是灵。1432上人问：一般人只知道做小本钱的生意，不知做大资本的生意，为什么？第一，资本善根不够；第二，经验智慧不足，所以没有大发展。什么是大生意？就是出离三界的生死大事。1433上人问：什么是你的家宝？家宝即如来藏常住真心、妙觉明性，而不是世间的有为有相的金银财宝。1434问：拜忏时可以用几个调子？上人答：两三个都可以，但是要高雅一点。唱诵是要让人听出你的诚心，声音要柔。1435问：怎样才做到孝顺？上人答：就是要以顺做孝。问：万一父母要我做坏事怎么办？上人答：你看你孝顺的第一步你都还没踏出去，你从来就没孝顺过呢，现在就开始在这里耍小聪明。1436弟子说：师父，某某人要出家，第一是为了报佛恩，第二是报师恩。上人开示：我的弟子很多，没有几个真正报我的恩。1437问：请问师父，如何才能把小沙弥教好？上人答：不要叫他们还俗去。1438上人在金轮寺开示，弟子在台下打妄想，读博士真难，到底应不应该念呢？上人开示：有的人
真是愚痴，不喜欢读书，还要去念博士。弟子一听，不禁想到自己正是如此，不喜欢读书，还想念博士，真是跟自己过意不去，真笨，立刻决定不念了。1439弟子问，万佛圣城西北方的核桃园在 Lake County 湖郡，将来建庙要如何命名？上人答，金海圣寺。1440。现在市场上有卖素鱼丸、素虾球、素鱿鱼、素鸡块、素鸡腿、素猪肚、素牛肉干、素羊肉、素香肠、素火腿、素肉松、烟熏鸡。虽然是素食，但是它和海鲜、肉类的味道一样，令素食者无法忘怀。吃这些东西算是真吃素吗？上人答，吃素要吃得有骨气，佛教里这种风气一定要改善，不改善这种风气，久而久之就没有出家人吃斋了。我认为吃斋的人，斋菜里连鸡鸭的名字都不应该提。我希望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有责法眼，要认因果，不落于因果里。